れだもん。你的量有、哦、你是开机吗？是啊。哦，你也开了。我就开始录啦，现在是闪红灯吧？对。然后你的还是一条线，希望它有持续冲。那有在录吗？也有在录啦，开始啦。我看 B B B 在跟你说。也不能怎么办。嗯，有这条线应该可以渐渐冲上去了啦。走吧。谁先？你先啊，随便啦，随便滑，随便滑。比较硬，所以碾过去的时候会变跳跳。不后座会比较不累。好了，看来正常了。正好握到。对啊，现在就是微弱的，边冲边录，微弱的电渐渐变多这样。我的应该就撑到滑完为止吧。对啊，对啊。下去哦，我先哦。嘿啊，谢啊。好，应该是我先下啊。都可以啊，换我先下好了。传进去。
变成滑馒头了，这。这里就更轻松了，这里。当脚滑。你说什么？两点了，来去那边吧。看能滑几次这个。这个干了。他在监控啊，每个都，他都要确保他，都要确保他移到这一个，那个人要永远站在那里。卡住一个就那个。犯规，辅助。那个人守住，助他一臂之力。好用哦，还拉右手。不知道啊，看一下他。确定换，因为它有一个夹住的，不是夹住啊，就是左右各一个那个，然后缆车要在那中间才行。然后要是没进去的话，就 OK。我的正常吗？正常啊。充电呢？电看得到吗？看不出来，但是它能一直录，就表示它觉得够了。但是我
不要管这件事，你就不要去动它了。我没有动，应该是不会好。没有，这好得很。你看着它，就一直线出去了。那应该早叫我放裤子就好了。我怎么知道？对不起呀。嗯，回去可以再研究。剩下的就变成有点像馒头的东西，就是你过去的话，跳跳，有的时候是穿不过去，会变成碾过去，然后会跳一下。哎呦，这只是掉的，它会掉。下巴以上吗？没有吧。没有。我知道问题在哪，不要讲话。
嗯，没有。我看这个吧，我们不是有弄棒棒吗？两个在那试多厚吗？但是棒棒有那么深吗？棒棒也消失了吧？你要先，我先。你先好了。为什么每次都我先？那我先好了。没有啦，我只问问看。都可以啊。我先试试看这个。你应该跟不，你正好不要，因为你想刹车的话就会摔，没办法跟很近啊。不多了呢，不多了呢。这边没有那么多了。对啊，顶多到脚踝吧。对啊，都被冲光了吧？你要特别抓那种多的地方才行。就不会突然掉下去的。对啊，不会了。大概到膝盖下面一点。继续滑，我看着。进去。嘿呀。你要眼睛盯着他看，然后抽过去，然后大概抽过去一点点，像我这样而已，大概只有这样吧。好了。
下巴跑出来了。下巴很热。你下巴完全没有薄围啦，但是我相信你现在眼镜应该都没起雾吧？对啊，但是我下巴很僵。停。就是坐在缆车里的时候不会冷，你就现在就不要拉。然后下刚下去准备要滑才拉起来。下巴。下巴。好了，幸好早上有来。都还好，都管其他的路，都差不多了吧？不管了，我用别的。都还好，别的路就随便滑滑。对啊，就是换，你要不要换缆车啊？我没差，现在就纯粹 enjoy， 也没有要练习什么的。切过来的路，会不会是南管来的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们从那里来的。是。对对对，我们从那里来的。特别幸运飞来的。中间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很累，最累就那一段。吃个特别的午餐，省得回去的时间。大概鹅肝的油滋滋耶，大概也省了半小时。上一次吃不知道是在哪里 ，A cut 还是哪里吃的？鹅肝吗？有吃过，忘了在哪里了。有，我们有吃过。法国吧。台湾。我还买了罐头，然后后来还没有吃。什么叫还没有吃？好，给姐姐了。哦，那就好。那就是自己没有吃，别人有吃。罐头。好像是法国。吃药，对啊，消耗过期的爬不肉，对啊，不吃，此时不吃更待何时？那你觉得吃了有效吗？有啊，上午的话就会比较不流鼻涕，下午开始会流，但是它就是流，就冷呗、欸。所以那个在不是 Olympic 的左边应该是不能滑的。欸、那一块其实它有树，没有那一块是雪道，雪场地图有，对，那叫什么名字？忘了，它有个名字，还是那从那里开始就叫 middle course？ 哪有？是我们滑才叫 middle course， 但是那一个左半下半部就是我们这里啊。我在想下半跟上半是不是叫法一样，还是怎样？哎、欸，那个嘞，理论上回南管的路啊，你应该一路都可以不用停。你要不要来录一次你的 long style？Long stop， 你要不要你的 long stop？ 但是我觉得我跟不上，你跟不上啊，所以就算了。不然你都没有，我帮你，我试着，你不要滑太快，可以吗？就很撸来撸去啊。你搞不好平地的时候就要停下来了。欸，这里还有松的、欸，啊，他们自己滑缆车下。对呀、啊，算了，滑的危险，我撞肚子怎么办？重点也不是照柱子，重点是这个是镜子，不要。
对啊，我就那天不是刚问你说，那有一个牌子啊，利路禁止啊。那个都牵线的啊。完全无视于利路禁止。对啊。算了，危险，不要。哎呦。可能下面很松吧，是吗？只要没人滑过就是松啊。重点要没人滑过。看起来也很多痕迹啊。对啊，那种想要蹭的时候就已经蹭进去了。都不听话，不过真的也没有看到粉臭，我还不知道王子的粉臭穿什么衣服、啊。王子的粉臭穿什么衣服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剩下的就只有这里了。怎样？现在就靠下。现在可以弄。嘿啊。口罩遮得住吗？好。我先吗？随便啊，随便滑。啊，冲太快了。是啊。找高高的地方搓啊，这样才有水。你说什么？找高高的地方搓，这样才有水。有啊，我刚就已经这样做了，你有吗？
这样子穿过去。我这里很深，我那里边边呢。没有啦，对啊。这里很大抽，很快，会累吗？不会啊。好。不会，看下来是左边吗？啊？下来是左边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用。那边一定被刮得更光了，不用了。那边是一条绿线，我们去年也爬过。下去再把它，先把它拉回来。大声，我都调最大，我的 note 我的通知都调最大声。
其实在滑的时候就变成普通大声而已。而且我怀疑我们滑的时候应该什么都听不到，要专心。不专心会摔倒。这次就滑去广东了吧。好，拜拜。每次你都在中国路那么大的，你自己都没有，我试试看，但是我带了。我会怕，我不敢冲那么快。袋子，你塞得了多少你就塞就对了。对，要超过25日。也没有什么超过。哎，皮卡丘叔叔在上面。他在趁这里剩下的抽血，但是也没有多少。他今日直下了，但是他反正。要蹲低啊，好低哦！因为你在松雪下无法预测里面有什么。它低就避震吗？对，避震。然后又因为身体重心要维持在前面，你又要避震，所以最后就会就感觉蹲很低。马步壮。嗯，对啊。现在也不觉得这里累了吗？不累，因为很少了，几乎不会掉下去。现在都雪上飘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几乎不会掉下去了，被大家踩歪歪了。还好我们早上一早就来玩。对啊，我就看准了，而且这缆车竟然有开，当然要闯进了。因为早上的奥林匹克也蛮厉害的。
嗨，我又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去砌墙的人，一直把墙变小。对啊，我帮这里开拓雪场。好，我这样拉好了吗？我的脖围去哪里了？在这吗？那是你的那个，你的它全都在外套里了。你拉的不是你的脖围，不用拉了，就这样。也可以啊，随便你啊。现在没有雾。好，随仙，每天都在随仙。走啊，走啊。最深的在这里，跟我一起来。深深的。啊？动不了。哎，不要来我这哦！我要转向了，糟糕。那我先转。你先转啊。我出不去。因为我这里有棵树啊。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哦，好多好多，没了，出来就没了。怎样？倒了吗？倒了。速度超过他的忍受极限了，所以他就倒了。是啊，还好啦，也没有多深。
还剩一点点。没了，没要上厕所吗？先上个厕所好了。还是南馆的厕所比较方便。去南馆上好了。对啊，因为南馆不用爬那么多楼。像我觉得当下好像等于是啊，如果你真的要两点半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
飘雪啦。所以我可以取代的吗？还是我要拿掉？我建议你最好拿下来。如果我们等一下一直讲话的话，就会帮眼镜里面充雾、充气。它就会被线卡到，我很讨厌拿掉，就是因为它跟线会卡在一起，然后就觉得我会把线弄到。是眼镜哦。很怎么样？好的很啊，就是一条线。还是一条线？对啊。有可能哦。再搭一次缆车好了啦。一次的成本大概是15到20分钟而已。坐上去花10分钟，下来花5到10分钟。再下去大概现在这样上去，会不会到那边是2:30？对啊，所以你再多加就变2:50，其实也还好。要吗？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我没有用不着，一定要多花一次。剩下就是回家了。没有。那我跟在你后面。好。那我就多绕点 S。对、啊。我在绕 S 的时候，你应该就跟得上了吧？我怕我就跟着绕 S， 然后你不用跟着绕 S， 你就用你的方法。不要给我个暗号。我不用暗号，你自己。叫我不要绕，因为我会跟着绕。你自己应该有感觉，很平的地方你就先直滑，那等到太接近我，你才用绕，大概是这样。我的话，我要让你跟上的话，我在陡坡的话，我就要做多做 S， 会让我降速的 S， 这样你应该就跟得上了。加长，你上面要去凹它，意思一样，
重点就是在于，只能顺着用它。四小屋都雾的吧，看不到。那管山。四小屋本来就看不大到。是啊。太远了点。哎呀，要到了。要到了。两根柱子。两根柱子，那我要带起来。对，我自己也没带。我的下巴现在是这样子，这里好像雪比较大，你要拉我。也没了，大家都回去了。可以走远一点啊！你花不够力，你可以再走远一点啊！开始了吗？立定当下的 take one go。没有 one， 没有 two。
嫌我太慢。会跳，会跳。Thank you.
因为你跟然后控速忽快忽慢不行的时候，不是地也很烂。对啊，是啊，地很烂，我们怎么又跟然后又快摔死了？我算了。哎呀，就这样。哇！你说啥时候变了？没有。没看到啊，落在那里了吧？那里有三根。不是，平常不是有颜色。是啊。我去看看啊。不要了，你进得去出不来。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算了，拿进去融化也是一个方法。我留下来的时间就是要给它融化的。乖乖啦，我要去乖乖，那我乖乖再搬回来。哦，那我先插着。先插着。好，那关起来了。